我其实嗱，如果喺毅行嘅里边咧，喺毅行嘅过程，因为毅行都唔少人参与啦。咁喺毅行嘅过程里边咧，纵使好多人我都唔识都好啦，但系咧都的而且确咧，行下嘅时候咧，又会有啲人识嘅。系啊，系啊，认到我样啊，同我打招呼啊，咁样。咁即系当嗰刻咧，你会知道话，哦，原来呢个世界系会有一啲同你同行嘅人，你其实系孤单，其实亦都有好多人同你一齐行。譬如你有时喺呢个山里边，哇，黑夜嘅时候，即系呢一个荒山野岭。然后你会觉得好似哇，好孤独喎，好惊喎，系嘛，得你一 team 人咁样。但其实你行下，你知道又唔系嘅，因为四周围你会见到条山径嘅时候，你会见到啲光，即系你行紧嘅时候，其实某啲人都喺度行紧，有啲行得快过你，有啲行得慢过你。但系总之就有人行紧，亦都去到某一个 checkpoint 嘅时候，你会发觉哇，原来咁多人噶喺度，哇，又喺度饮。啊！食紧呢一个咖喱包啊，有咁多人喺度休息啊，各样啊咁样，你会见到咁多人，其实就好比喻乜嘢咧？好比喻就系而家我哋就行紧一个荒山野岭嘅时候，我哋一 team 人喺度行，我哋自己觉得好似自己喺度违规违，但系其实唔系，其实喺香港有啲人点紧灯，不过佢喺唔同嘅地方点紧灯。